马电讯旗下的 Unified DV 趁着龙年的到来，决定扩大业务版图，推出全新的 Ruby Plus 配套。除了能够让用户收看40个海内外频道，还附赠香港 TVB 海外独家播放权的 TVB Anywhere Plus。为了隆重其事， Unified TV 特别邀请了港剧《灵犀逼人》搭档演员张震朗和龚嘉欣到我国宣传，并和粉丝见面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配合农历新年， Unified TV 昨天推出全新的 Ruby Plus 配套，提供超过40个海内外优质频道。其中对港剧影迷来说最有吸引力的，当属配套附赠的 TVB Anywhere Plus 应用程式，里头拥有 TVB 海外独家播放的40,000个小时的综艺节目和戏剧。那这个 Ruby Plus 的配套呢，除了有新的 TVB Anywhere 加进来我们的配套呢，我们还有40个不同的高级国际的内容啊，除了有 TVB 呢，我们还有其他很大的内容，就是好像天音频道啦、CCTV 4啦、TVN 啦、Nickelodeon 啦、AXN 啦，很多不同的配套。Unified TV 这次更是和香港 TVB 合作，邀请了电视剧《灵犀逼人》的张震朗和龚嘉欣到我国和粉丝见面。毕竟没有太多机会是可以真的去聊到天，可是你看到跟他们拍拍照啊，然后就是 say 一下 hello， 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开心。刚刚说有也是有选到那个观众跟我们玩游戏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，他们比我们更要熟悉我们的电视剧。对，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的热情，他们就很享受在台上面跟我们玩的那些时光。张震朗和龚嘉欣所参与的港剧《夺命提示》和《企业强人》也会在今年透过全新的 TVB Anywhere Plus 全球同步播出。在 Ruby Plus 这个配套呢，一个月只是需要30块就拿得到一个 Unified TV 的 box， 还有 TVB Anywhere， 还有其他40个平台的内容，这样是很划算的，每个月才30块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浏览荧幕上的网址。